元气小伙子，那我们欢迎小猪人，耶、小猪人呢也是我们这个 Open 小将的 Hope in You。小猪人呢是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天竺鼠，要注意看它的尾巴哦，它的尾巴是弯钩形组的尾巴，非常非常的特别。而这个小猪人呢，每天都蹦蹦跳跳的，很有精神，希望呢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快快长大。可爱的小猪人通过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哦，现场有好多好可爱的大狗狗跟小狗狗哦，这是来自我们的 Pet Plus 宠物达人的游行团队哦。现场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爱狗的朋友，他们带着可爱的狗狗们呢，跟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梦时代大气球游行。是的，希望呢这个今天的游行不只是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开心之外呢，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狗狗们也可以呢在这个梦时代呢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游行的一天。那请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小狗狗们打打招呼。哇，真的各式各样哎，大大小小的狗狗，非常非常的有元气，而且呢秩序井然的向前走。再一次呢，谢谢我们这个 Pet Plus 宠物达人的游行团队。而继续呢，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表演区前方的，他是谁呢？他就是非常非常乌黑亮丽哦，也是我们这个 Open 家族的成员之一。这是我们的小肉粽，小肉粽呢，也是我们 Open 奖的好朋友，也是 Luck 奖的好朋友。那请大家呢给这个小肉粽呢掌声鼓励鼓励，让这个小肉粽呢可以继续努力往前追上小竹轮。好哇，小肉粽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姿呀。